房东这个职业真的不是人干的。房东太太，你觉得做一个房东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首先呢，你必须要温柔，再来要圆滑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然做的时候会痛，但我喜欢。我的意思是如何成为房东？成为房东啊，最重要的应该是签约吧。哦，像是宠物条款都要提前确认。对啊，要当小奶狗还是大狼狗都要提前说嘛。是确认养狗，不是当什么狗。再来筛选房客也蛮重要的，尽量要找身体健康的。哇，没想到房东还要关心房客的健康。主要是确保没交租还能用身体来还。